昨天小六阿姨说，那个小姑姑去买一个 Birkin 跟那个 Kelly。啊？Birkin。那是什么？Hermes 的 bag。哦，还有。你知道一个多少钱？不知道。一个要10000多，加币。你死孩子！哎，no。